左后，腰痛，左后腰痛，我现在看到一个肺点，斜的，斜向，一个肺点，一个肺点，还在，还在，像垃圾似的，放脉冲垫，现在已经很微弱了，已经很微弱了，但是这个一拉筋拉到大脚趾两个大脚趾都痛了已经经历了这几个小时生不如死的生活，应该他们这次应该他们能体会到一下体会到一件事，不是所有的问题医生都能解决的至少这个疼痛，这种疼痛医生一点办法都没有，好像打了这个针打了那个针也不管用打了这个针打了那个针也不管用打针也不管用打针也不管用打针也不管用所以就搞得死去活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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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知道了不是所有的问题医院都能解决也就是说还是有很多问题医院是解决不了的至少让他们要认知到这一条好知道了再见再见。